因为有个厕所，我为什么要跟大家特别介绍呢？卫生间啊，大家来见。就你们，我很喜欢这个设计啊，我非常喜欢这个设计，就是什么呢？就这个厕所，它的设计就是，如果就它会给人一种人与人之间再也没有隔阂了。跟着我镜头来。我们现在在换昨天穿的睡衣，因为装好了，等一下长春那个演唱会还有两个小时上台，我装好了，然后吃东西。这边有个厕所，我为什么要跟大家特别介绍呢？卫生间啊，大家来见了。是你们，我很喜欢这个设计啊，我非常喜欢这个设计，就是什么呢？就这个厕所，它的设计就是，如果就它会给人一种人与人之间再也没有隔阂了。就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，你只要可能一起上过这个厕所的人，从此以后可能我觉得关系就是非常好了，就一话不谈，没有秘密。来来，请跟我来，来给我一个广角，能把这三个都带上吗？对，就是这个厕所，我自己真的觉得说，喜欢这种设计，喜欢这种设计，我就觉得朋友之间嘛，本来就不应该有隔阂。对，大家没事一块上个厕所，聊聊天。